而为了收集设计能量，新竹市长林志坚以设计力请你帮帮忙为主题进行全台取经之旅。那么七日清晨则在县长饶清林的陪同之下登上了热气球，以360度全视野饱览花东纵谷的自然美景。而县长饶清林也期盼双方共同合作来激荡出两县的创意设计能量。习惯了，好厉害哦！立好，坐着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谢谢。还有，县长饶清林陪同新竹市长林志坚，共同搭上热气球，离开地球表面，以360度全视野的模式，饱览花东纵谷的自然风景，并为今年10月将在新竹举办的2020台湾设计展活动做宣传。为了宣传今年的台湾设计展活动，新竹市长林志坚特别规划了设计力请你帮帮忙全台收集设计力的取经之旅。七日清晨在台东的最终站与县长饶清林合体，共同搭乘热气球升空进行宣传。林志坚表示，希望向饶县长请益，学习如何将设计融入观光，带动人潮。2020台湾设计展在新竹哦，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一个设计力请你帮帮忙这样的一个行程，去全国各地集结这个设计力哦。最后一站来到台东哦，我们都晓得台东这几年饶县长哦，透过设计力的导入，然后投入公共建设，让我们整个台东的大山大海这些壮阔的风景哦，那能够因为公共建设融合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哦，所以我特别。向这个饶县长情商，我也希望借由今天来到台东，然后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看看台东县政府这几年是如何透过设计力哦，带来这个观光的商机。县长饶清林则指出，2014年台东也曾举办过台湾设计展。希望透过两县市的交流活动，为台东注入新的创意能量。对，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带着市长离开地球表面一阵子，太好了。在高空中来看台湾，然后来看我们台东的纵谷。那我们也这几年也非常感谢，特别是今年，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在2014台东举办过设计展之后，能够再到新竹2020年来看一下我们新竹的人来风，也给台东的设计也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力量。饶县长也特别致赠了林市长热气球的限量纪念品，并在草地上与游客们一同合影，而林志坚也成为了首位绿营人士的县市首长，登上热气球的人物，也为这趟的取经之旅额外增添了新亮点。记者陈纪麟陆野乡报道。